你想怎样？你大佬给钱我，叫我拎你个头翻去。个老嘢咩意思呢？行规嚟嘅，唔方便讲。我俾 double。Really？Really？ 承诺好重要，你唔信啊？我结咗婚10年，我老公对我好好，冇行差踏错，冇搞三搞四，系佢话俾我知，承诺好重要。恭喜你啊！ Thank you. 放心。喂，你又做咩啫？头先咪讲咗咯，承诺系好重要噶嘛。 我应承咗你，杀你大佬，我会做噶啦。但我都应承咗你大佬，要攞你个头翻嚟，我都要做噶。喂，喂喂喂，收唔收啊？唔好自己头谂咁多。喂，你大佬叫我同你讲。 你承诺过跟佢一世，但你出卖咗佢，要你知道破坏承诺嘅后果，承诺好重要。
仆街，呢个月又攞咗两皮啊，翻到嚟唔惨死你。老细，墨西哥 passport 同埋你张全家福。泰国俾个墨西哥 passport 我，哇，仲要咁嘅样嘅，咁死梗啦！仔，老豆都拎住。如果都见你唔到，鬼仔度攞支酒出嚟，好啊。跟咗我几耐？半年咯。教人咁未啊？你啊，想唔想嫁？想定啦。我有嘅就越高，人工就越高。人哋装紧我。系啊，快死啊！真系不该，你老婆，你哋仔女，你结咗婚，有个幸福家庭，仲装其他靓，咁咪傻啊嘛！Thank you， 但我最憎男人唔转人。我男朋友同我拍咗拖10年，从来都冇望过其他女人。你唔转人，咁要唔要份？咁呢度啲钱归我 ，OK？ 我攞完啲钱就走，如果你唔装我，就冇事。OK，OK，OK。我最憎男人唔算人。Hold you.
Happy birthday， 老公 ，Happy birthday。好忙啊，翻唔到嚟食饭。你今晚翻唔到嚟啊？哦，拜拜。个色完全唔一样，再多个人啊，可唔可以出嚟倾下？好啊。咁耐都未到，喂喂，去到边啊？唔好意思啊，我成日都迟到噶，要你等多阵。唔紧要，我都未到。哦，打嚟想话俾你听，我 book 咗近窗第一张台啊。哦，咁边个到有先，咪边个坐低先咯。好啊，阵间见。阵间见，拜拜。一坐到就打死你个臭西。
识个臭细，一对住一枪打埋你。原来同行，哇！你真人丑样个相机咁多嘅，你老公拣我咪得咯？拣你？拣你就每生日都唔使你陪啦。笑咩啊？我笑，因为佢都唔使你陪啊。点解唔开窗？你又唔开窗？我谂紧啲嘢。我都谂紧啲嘢，唔知佢而家同紧边个一齐咧？我都揾到未呀？唔好嘈啦，要捞噶嘛？都未见过人做狐狸精，做你咁蠢噶？咩狐狸精啊？狐狸精又话你啊乜嘢啊？你再讲多次，我一枪打破你个头！狐狸精啊打！龙华酒店。食乳鸽，切！我老公唔食乳鸽嘅，唔嗌咪得咯。嗰度啲芝麻豆腐都几出名啊。酒店啊，有房噶，开房难人哋去，白痴。我都系谂住吓自己啫。仲有第三条女，做咩啊你？亲手怼冧嗰对奸夫淫妇，狐狸精打狐狸精啊！唔好再咬狐狸精啊！我同佢一齐十年都唔知有你啊 ！Sorry， 不过你现实点都系狐狸精、啊。我而家就去杀咗个狐狸精，你一系就同我一齐杀佢，一系你就而家杀咗。已经攞咗房啦嘛，系咩？嚟咗几耐？一个钟咯。姐，使唔使望啊？唔使啦。
食早餐。都好，餐厅喺边啊？我去煮。唔使啦。系咪中意嗰位姐姐啊？想娶老婆，就要干净啲，咁咪靓仔咯。在下边，我帮你睇下啊。飞灵烟，咪先，咪同条女嚟嘅？唔系，男人？唔系，你乜嘢啊？你走唔到一个嚟啊！仆街，两位小姐。唔好话我唔警告你，你一系开房，一系走。我要一房。直接殺佢啫！捉奸啊！明白的，good luck。你点解唔直接杀佢啫？你听唔到咩？而家得 David 一个咋，即系条女未到啦，喺房等下先啦。你而家先系叫我喺度等我男朋友同第二条女搏嘢啊？咪由佢帮埋今次先咯，横掂都系佢上世最后一次啦。呢度全部都系你送过俾我嘅礼物，而家还翻晒俾你，以后无拖无欠。我好认同你咁讲啊！你唔好出声啊！你唔好出声啊！但系
一齐，仲好爱佢，点解啊？因为只要你冇咗佢，你就乜嘢都冇噶啦。边有咁大方啊？边有咁大方噶？我咯，我发誓。我唔信。你打俾佢，你打俾佢，我信你。我喺寻紧啊，点揾啊？咩声啊？我脱仔。你点知啊？心里心里有个谜，我脱仔独有灵声。好啊，你接个电话，你接个电话，我信你。OK。我听，开门台。喂，系我。Sweetheart， 叫翻 David， 记唔记得听日约咗我？记得，你生日啊嘛，我同你喺龙华酒店庆祝。我哋约咗喺龙华酒店。不过唔系庆祝，系分手。What? Fuck shit! Why would you do that? Fuck you! Fuck! 你冇嘢嘛？贱男人！你系咁啦，你俾架车我走啦。你老尾，老婆，我爱你噶。放过你，佢系身为康家嘅细佬上嚟我哋屋企帮我哋整水喉，咁我见到平时系细佬嘅康家，整到成身湿晒，我变晒去换咯，咁我点知无啦啦又突然间用翻康家嘅身份上嚟同我收管理费，咁我哋冇呢有钱事，我哋话咁嘅钱意思。咁点知佢又突然间用翻细佬嘅身份话借钱俾我，咁我嘅即时感动咪揽下佢咯。咁我冇翻嚟见到就话我勾佬啦。咁你究竟有冇勾佬啊？冇啊！我觉得你讲大话。咁你当我有啦？有就更加抵死。我最憎你一个打三拳，姐姐整咗嘢食俾你啊！四黑，哇！点解我老公话得咁核突嘅？点啊？你说他喺咪你隔篱啊？关咩事啊？我哋都要怼冧你呢对奸夫淫妇，你话关唔关我事啊 ？David 系我要杀嘅人，未轮到你喐手咯。你要杀 David？ 系。佢飞嚟，知就好啦，唔好笑。哦 ，David 飞咗佢。你唔好笑啊！我已经忍咗你好耐噶啦。喺怼冧你老公之前，我先怼冧你。好啊 ，Come on！ 你头先同边个讲嘢？嗰狐狸精系咪喺你隔篱？喂，佢识你噶？咩全名啊？狐狸精？
搞到边个狐狸精啊？我一直喺度忍你哋，而家我唔嚟搞你哋，你嚟搞翻我。我而家搞你唔起啊！话俾你听，我收线就即刻来怼入你。好啊。佢要边个狐狸精话？应该捞咪俾佢系咯。担心马考虑范围，最紧要嘢。咁俾我食埋支烟得唔得啊？我有。在哪边啊？你翻嚟啊？做咩嚟啊？上路用。Thank you.做咩啊你？我好耐摆你包烟嘛。唉，成日都见到啲杀手留翻粒子弹，一路杀人，一路自杀，唔辛苦？以前你好信嘅，有老吹噶啦。哇，真冇去摆你包烟啊！俾翻你啊！你话啲电影呃人，我而家又唔系攞粒子弹，手榴弹啫嘛，你空啊？点啊？
点啊？喺边啊？你觉得我话俾你知咩？又话开拖，自己走咗去咁衰女。你啲话题好闷啊！我想同你讲，喂，又点啊？倾下偈啫。你而家好得闲咩？我好忙噶，一只手揸住啲枪，一只手同你讲电话。倾下偈啫。做咩咁嘈啊？热屎辣辣倾乜嘢计啊？热屎辣辣倾咩计啊？啊！你老公同你成日都讲呢句。你讲咩啊？死辣辣倾咩计啦？好地地转咩位啫？湿嗲嗲点摆入口啊？好多喎，有排讲啊！喂，但你又唔想倾？我有个 hand free 摆五楼灭火筒，你过嚟拎啊！我系老尾，咁啊，唔好攞咯，我将你老公讲句嘢 po 上 IG。hashtag 埋俾你，你咪谂啦，攞啦，露天茶座，露天茶座，影张相嚟睇下，影张相嚟睇下。又冲唔晒喎，呢间餐厅我都去过 ，Tiramisu 几好食噶，做乜唔嗌啊？几好食噶，做乜唔嗌啊？老公啊，咁你攞唔攞啊？唔攞就摆上 IG。知唔知点解我咁迟先上到嚟啊？点解啊？更年期啊？骨质疏松啊？今朝咧，我喺老公度揾到套爱情符，我啱啱咧就抌咗落马桶，唔知系咪你嘅咧？喂，俾个人包我啊。以后带住佢啊！
帮你求多支事业啊。你个死婆，想插我旗？死八婆，你登去厕所！我都一万年，你都几大贪噶？你问我用噶？系啊，我用噶。不过嚟紧落去拿翻上嚟嘅话，一万年都会用剩几年嘅。如果唔系，一年都冇噶啦。点啊？九千年，八千年，七千年。这个八婆就用 hand free 引这个八婆上来，这个八婆就用六副引这个八婆下来。看来这两个八婆都不是那么简单的八婆，现在关键就是看这个八婆会不会听这个八婆话。五百年，四百年，有没有那么快啊？差不多咯，咸水喇叭的嘛。九十年 ，fucking great。车可，跟住我一上车就发现有啲人硬住，跟住就发现只戒指咯。嗯，做咩啊？下个星期先系我哋结婚周年纪念喎，你咁快用呢招？嗯哼，咁点解得一只嘅？你好快会踩到另一只噶咯，好衰噶，懒浪漫咁，老婆。我想，你屎立立，静下先，食完饭先。如果我而家一枪打爆佢嘅头，条八婆啲血咪整污咗我只耳环。Drop it low.
都几歹毒噶，好嘢啊！咁都炸你唔死，未怼冧你，我边度死得死啊？冇事，叔叔啊，落 lobby。好啊。喂，咩事啊 ？OK， 冷静啲，冷静啲。喂，妈点啊？佢哋搞嘢喎，咪由得佢搞咯，又唔系搞你。个死鬼婆去咗边啊？观众喎，嗨！我劝你哋咧就唔好乱约，至多冇牙。
生意，你睇下出边满晒啊，得翻个阿伯。所以我约你嚟呢度见面，呢度发生咩事都冇人知，放心。我叫你开咗个 GPS， 开咗。他们两个应该在来紧，另外个飞虎队呢？我跟你咁讲，约咗佢嚟呢度过生日，过多阵就到。Good， 咁你仲有咩特别要求？冇，我只不过想佢哋喺呢个世界上面消失。咁点解嗰个过程系咪由我哋自由发挥先？冇问题。哇！你个细佬有嘢玩啊！咁我走得未？OK， 记得个数。少。唔好意思，本来我哋做呢行唔应该问，但系话晒我都系一个女人，有一条问题我好想问你。咩问题？我哋三个都咁爱你，点解你想佢哋死？因为我识咗第四个。他说我不清晰的旧债不会跟我在一起。好有钱的。不是。
是非常之有钱。好毒啊。不过我都会照做。Thanks。大宝。是。死老爷，加水啊！啊，来来来来来。姐姐，你冇事啊嘛？想唔想娶你做老婆啊？妈妈带你同佢拜堂啊！咁呢两日点啊？你中意点玩就点玩啦、啊。好啊，你都几挨得噶，仲咁清醒，想唔想走啊？我其实好人嚟噶，想放你哋走，走啊！嗯，靓女，正门锁咗啊，行后门啊！喂，不过我只系俾一分钟你哋走，因为我要壮阳。一分钟之后，我要嚟奸杀你哋。Go!
想同你洞房 ，fuck you！ 唔系 fuck you， 系去 fuck you。咁求神拜佛，你唔好死住啊！我速度去识得想怼冧你。好啊，等你。
二拜高堂。三拜，你拜唔拜？拜完堂，饮新泡茶。帮你消毒，含浓就手未长，我唔想你惹污糟我个仔。东方啊。
我教咗你好多次啦。忘记咗啦。答我，再答唔出，我打死你，打死你，30几岁啊，你仲唔死？我死咗，边个照顾你？我好想死啊！系，跟住咧，跟住咧，我只纸个头。我死了到然后我哄死你。是啦，叻仔，叻仔。系啊，咁你记得吗？你记得啦？掂唔掂啊你？啊，话你啫，唔使大反应嘅，好痛啊嘛！你点解死？我老公会中意啲咩？你老公追我咧有两个原因：一，我比你好；二，你唔够我好。如果你系啊好过我嘅话，我老公同我离婚同你一齐。咁起码我可以同你老公热屎辣辣咁倾偈啊！哇，你要热屎辣辣同佢倾偈先同你做噶，我唔使同佢倾偈都同我做噶，咁即系我劲过你啦。咁又系，你个姿势做成世噶嘛？屌你，好地地做乜转位啫？系啊嘛，好地地转咩位啫？你搭巴士都同佢出旺角去转位嘅，唔好搞我啦，听你正经嘢。你死男人都是抵死的。个衰人叫喎，你阿姐系衰人，讲英文喎，仲唔系衰人？我的仔啦，你个仔，死咗啦，死咗啦，贱女人，做咩咁话自己啊？呢度有两支枪，一支喺我度，一支喺我仔裤浪度，你估边一支会射先啦？几亿粒精子都射我唔中，我唔信几十粒子弹可以射得中。喂，你冷静啲先。三，喂，都要谂下噶。二，唔系你都要做下准备噶。一，喂。
多时候我惊，我师父问我想唔想生仔，我话梗系想啦，每个女人都想做妈妈噶啦。然后佢同我讲，种子弹嘅痛系八级，生仔系十级。我哋做女人嘅连生仔都唔惊，中弹亦冇惊。我以前喺姊妹度提过，佢话每个女人都系一支红酒，佢要用一世嘅时间揾翻属于佢嘅红酒室。我本来以为我已经揾到自己嘅红酒室，但我后来才发现这个红酒室不是属于我一个。我曾经勾过其他红酒，但想深一层，其实错的不是我们的红酒，而是那个乱插的红酒室。
有几麻烦啫？离婚咪同结婚一样，佢系签张纸，分别就系结婚一齐签，离婚分开签啫嘛。去边啊？市区。顺路啊，跟埋嚟啊！我唔想再同你顺路。咁以后各人各路啊。Michelle 呢个客人喺度，客人嘅嘢我哋唔可以透露噶喎，一系我叫经理同你讲。经理出面揾 Madam 想问你嘢。啊，而家个社会咁唔安定嘅，女杀手都去做 Madam。我哋系 Virginia 公司送货嚟，麻烦你叫一位 Michelle 嘅小姐过嚟签收。咩话？你儿仔向咗你求婚？嗯。咁佢点同你求婚嘅？佢 book 咗 Mr. Calden 嗰间总统套房。最贵嗰间 Mr. Calden。你谂下。先啦，你讲埋先。咁我哋就食咗个 dinner， 咁我食咗红酒，然之后咪，咁跟住我哋就上一张床上面啦。喺最紧要嘅关头，我就除咗佢条裤落嚟。你估下佢将只戒指摆边？然之后我就问我肯唔肯嫁俾佢，如果肯嫁俾佢嘅话咧，全部口杯攞出嚟。咁你有冇攞到啊？结咗婚生埋仔啦，吓咁系仔定女啊？一个好字龙凤胎，咁啲奶粉钱咪好贵？唔贵啊，我喂人奶嘅。喂，但我听人讲咧，话喂人奶会由 pink lady 变咗做 black woman。哎呀，唔搞啦，都唔好 black 啫，我大事。好少啊！事后点啊？冇改啊！死啊！你哋，你哋始终都系咁噶，笑我。不过咧，我老公话咧，我而家呢度系我啲仔女嘅奶樽，唔想转喎。唉，咁边有男人想住煲盖噶？喂，再澄清一次，唔系煲盖。杯盖啦。
唔好笑人啦 ，Oreo 边个 Oreo 啊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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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咦，原来你系 Oreo， 加埋呢个先。你点啫？都未讲啊！近排就真系烦啦。烦咩啊？我而家俾紧两个人追，一个咧就富二代，另外一个咧就好有才华。我都唔知道拣边个好。Why not both? Both? Really? For sure? 嗯哼。你未試過入一間鋪頭，見到兩個手袋都好中意，咁你點搞？買曬佢 ！Yeah， that's the point， 就咁簡單啫嘛。係喎，三年前你兩個唔係話算數嘅咩？三年前找他不到就说啫，今天被我找到他，我算个数簿。不要望住我，跟 shopping 一样，冇货冇计，翻货。咁你呢？我话同佢离婚啫，冇人怼佢。收钟。Jolly? 是啊。结咗婚，无论顺境逆境，你同老公都相亲相爱。不离不弃是吗？咁恭喜你喎，咁快遇到逆境。我同佢未结婚噶 ，so 我求你哋放过我啊。Up to you. Thank you, thank you. 喂，你未婚夫系几时同你求婚噶？唔使咁惊啊！问下啫，三年前，哇，一年365日，佢每日同你求一次婚，系生日正日。嗰日唔系我哋喺酒店打三打四嗰日咯。原来个扑街就系嗰日同你求婚嘅。你唔好吓埋嚟啊！我阿爸好大，无花无尖嘅。我去机场嘅话，连行李都唔使拎。我饮醉酒，我连我妈都冚啊！系你温柔埋气我哋。系啊，系我做噶。咁点啊？边个同我抢男人，争我玩具嘅，全部都要死。八婆，如果唔系你哋，我一早已经结咗婚啦。好彩啊！我嘅男人信我，听我讲嘢。你哋凭咩同我争啊？一个狐狸精，一个冇晒衫，一个公司。吔屎啊你！死咗！佢吓死咗佢啊！我仲想听佢讲喎。吔屎啊你 ！Sorry 咯。你咪个扑街 ！A A B B 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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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讲咩啊 ？Long time no see。
我先 ，OK。我同你一齐三年，发觉你有老婆。五年，原来你有女朋友。我咁锡你，我咁爱你，你同我分手，咁你系咪好抵死先？同我讲声对唔住，可能我会原谅你。唔使讲啊，真系讲唔到啦。我最憎人一脚踏三船。